周杰伦说八月空下来了就等场地回复，那你的回复你有看吗？有，我看到，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尽快让大巨蛋的相关限制哦能够解决。那也谢谢议会各党团议员，他们都有支持我们来面对这个问题，然后一起共同克服。所以我们是很期待，市民都很期待大巨蛋除了办体育赛事哦，以及接下来包含演唱会在内各项大型活动。所以我们都会和议会一起努力。哦，我想接下来如果议会有决议，那我们就会尊重议会的决议，再行发文给内政部，哦，来确认后续相关的规定。那民进党这边好像有质疑说，就是议会为什么要来帮市府这边来背书？其实议会他们各党团都有讨论啊，所以我想我们尊重绝大部分议员的意见。市长，看昨天周杰伦说八月空下来了就等场地回复，那你的回复你有看吗？有，我看到，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尽快让大巨蛋的相关限制哦能够解决。那也谢谢议会各党团议员，他们都有支持我们来面对这个问题，然后一起共同克服。所以我们是很期待能够让大巨蛋尽快来可以举办运动赛事以外，包含演唱会在内大型活动。